上帝的奖赏是一个什么样的奖赏，上帝的奖赏是不是他善用了上帝给他的专业机会，让很多的资源能够越来越用正常的方式来分配，而且产生一个影响力。当我第一次去到马拉维的时候，从2002年我看到 14.2% 的一个盛行率，对，到目前大概 10.7 左右，那即北部现在目前用我们的系统大概有14个艾滋病中心已经成立了，有5000个我们在我们的彩虹门诊的病患。借着上帝的爱跟能力，透过我们医疗的服务，能够复原人的健康跟尊严。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当仆人 ，diaconia， 服务 ，to serve， 给人家服务，好像一个仆人在旁边等待要提供服务的，不是因为你有很高的学问，不是因为你有很高的技术，就是说你对于某一些觉得被遗忘的，或者说某一些服务，你愿意坚持下去，对社会是有一些影响力的。我们的人生都是非常有限的，如果我们看到的是永恒的回报的话，我想我们的投资又会完全的不一样。